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你和键盘侠喷子讲理，你为什么你是一个人你不讲理？凭什么不讲理？你键不键盘侠喷不喷子的？你为什么不讲理？全军出击！给猴哥气哭了，有的时候真的气哭，不讲理。让警察给你抓起来，让你，我贴膜。平 A， 平 A， 一 A， 再 A 加攻速，平 A。好了，他吃了个药，我们啥也没吃。一他一下没一到，这波可以把药吃，让他打一下没关系。让他打我们啊！让他打，让他打。点燃 A Q E， 闪现平 A， 死，这波不亏。刚好我们要回家，并先进塔，挺好，不错。有两个小兵打他，没那俩小兵我还打不死他。哎呦我大钻头可以啊，他有传送，他有传送我们也不亏，他有没有传送我们也不亏，你明白吗？因为这一波我如果不杀他我就只能回家，我如果不回家站在线上我就有可能被那个被对面的打野赶开，我们这边杀他加回家一举两得，兵线还推过去，他还交转送，不能让他练着练着，我这炮车我收不着了。扣一下 ，EA 平 A 接 W，A 接双 Q， 再 A， 一死得了。那剑魔。三段扣以后没有任何伤害，我们只要征服者打得快他就不可能打得过我们。对面全 AD， 我就要无敌，你出俩步甲我给你出一架，出个反甲我让你出，跟我俩出右是吧？我看看谁右来。你还敢跟我出右装？我也出右来吧。我打剑魔，我这出反甲还来不及呢，他还要给我整个反甲，
跳弹，插针眼儿，插假眼儿，上去无限跟他干啊，无限干！我们现在150点护甲，我把他脑髓都给他打出来。还不回家，打我掉血吗？跟我俩出去，潘森哪去了？升了潘森，潘森升的挺快呀。一瞅那中野就是双排的，看着没？给这蓝魔打的呀。你都不知道因为啥这蓝魔不往右靠，那蛤子都告诉你了，往右边靠，他还不往右边靠。算了吧，别去了，他秒你，他哦哦哦，他不给你秒了吗？不是蓝波上当了，他往右边靠，人能给他盾呢。哎，但是这一波也给盾，我估计也够呛，也死了。哎呦我！你还敢把 E 交了跟我打？打来！看什么？他也出反甲了，我也出反甲，他俩谁反甲多，谁护甲高？我们杀他，他出右装，我们打不动他。我出右装，他打不动我，我们互相抵消，然后我们钱比他多，再出点虚区装，游戏结束。他以为自己很聪明，追来。你追不追到底？扣一来，放扣一。我现在没饼干，我这挺难受。你把你扣一给我交了，你为什么不交扣一？直接走啊！他有扫描，装甲猴。其实是真猴，再装假猴。我好哈子，闪现过来的吗？啊，不是闪现过来的，我以为你是我的好兄弟，会闪现救我，没想到我只是一颗棋子。我刚没蓝，我刚有蓝的剑圣都打不过我。我不假孩，啊，你不假孩，小背心，我也不假孩，我们就都不假孩，来吧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看俺俩谁优。我们无脑跟他磕，他都打不过。当然，三段扣能躲就躲一下了。干啥呢？这扣我给你放的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
enem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技能没了，我今天想越塔杀他，我很想越塔杀他刚才，但是他有海主渡城，我没法上。为什么要Q E过来？嗯，为什么？你以为自己很优，嗯，殊不知剑魔更怕我们的小凡家。有没有屎给我吃一口？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哎呀！救命啊！快给他踹走！哦，潘森好大，害追我，吃狗屎，吃狗屎，吃狗屎，把他们全杀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这，你先可以打，就杀这潘森，把我屎都给我抢了，很烦人啊。完了，谢谢你的人头，我又吗？这达里奥能杀不？给我劈了，他没伤害，你打他，你打他，你跟他打，你跑，你肯定是。好像也能跑了，哦，反正不嘎里奥没死，你知道吗？嘎里奥死慢了。我决定来一个破败。破败15反甲加一个大青鱼吧，就是约德尔人摇滚的方式。小龙可以要啊，下去把剑圣杀了。剑圣怎么老有蓝 buff 呢？全死了呢，脆破扣，这女枪能让他在塔下待着吗？你回头干嘛？敢回头？我这蛤蟆居然带着气定神闲，我这破败出的真是好。你干嘛？你打得动我？这盾给你举的？剑圣也没搁旁边啊！完了，有人要说我操盘了，这完了这。不会的，放心吧。呀，不是我杀的呀！我真没看见我15个人头，我说实话，我没看见。希望对面不要投降，好吧，这只能祈祷一下。
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不做谢手，不做，那玩意儿没有用。欧欧欧啊！为什么不欧？我、哦，呼呼，我活下来了！哎呦天，这我都能活！没想到啊！我都为了你们，要不然我才不上去杀他翻身。嗯，有时候这弹幕啊是真影响人，你知道吗？不能上了，走吧，五个人，算了，给剑圣收割一波不合适啊。刘哥，你是谁能上吧？这可以打。剑圣搁那，剑圣，可以上了。当剑圣把 Q 放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上了。这刘哥是真浪啊，太狼了。回家出我们的死亡之舞，反甲出完出个啥呢？出个蓝盾吧。哎，这件装备还没有加强吗？不是说加250的生命吗？跑得真快呀、啊！我觉得你跑不了，我有跳弹。看来不行。我长不长？你怎么了？你要跟我打，贱名。让嘎里奥给我瞎当，这嘎里奥的这控制太烦人。飞哪去了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潘森跟剑圣绝对是双排的，以他们两个的配合来讲，绝对是有勾流，要不然这潘森不可能飞的。剑圣说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潘森说我飞了，飞了啊，你飞吧，然后飞过去，我死了。剑圣说死了，肯定是这个样子。
觉得出个黑切可能好一点。哎呦我！哎呦我，这女警什么装备？这女警是什么虚区？我必须得想办法把这咖喱奥给我杀了。哎呀，那也不掉血呀，这塔打。猴的 E 要是能自带减速，就会很厉害。要不然 E 完以后 A 人吧，有可能 A 不着。先把剑圣杀了，还有个潘森、咖喱奥，你们家这葫芦娃一个一个出来，咱先杀这咖喱奥啊。还有剑魔，先杀女枪嘛。剑魔其实没啥区别，你干哈呢你？牛牛炸了，牛牛，你顶他干哈玩儿呢你？这个顶确实让人难受。破案了，剑魔和牛双买。他说什么？看不清。投降。